泫雅与 Pentagon 成员 Adore 金少中承认是交往两年的恋人后，想要在舞台上堂堂正正看着彼此，是超感动的回应，成为话题。中心的泫雅和 Adore Triple H 在三日的 KBS 阴影的打歌舞台真的广受关注，播放量也是超高，只是有点心疼和全程自己呆一边飙高音即视感啊哈哈。以韩当地时间的四日早晨9:00为基准，舞台视频在 NAVRTV 是创下了600,000播放量的记录，并且是超过第二名播放量的10倍。但 Triple H 在阴影的打歌舞台是成为了此次回归活动的末法，在阴中人格的官网上已找不到 Triple H 的出演名单，是大方公开恋情的副作用。所属社在 Triple H 官咖中也表示，原定于4日下午的首尔江南区的签售会行程也取消。韩网上选择祝福的粉丝还是很多的哟。赞 PS 图片来自网络，我转载发布请联系作者，哦，标明来源侵权必究，嘻嘻。